阿嬌幸福出嫁，張柏芝生了小王子，阿 Sam and 阿 Tam Happy Together 世界巡迴演唱会金曲速递大马站。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力明，欢迎收睇 Entertainment。十二月即系好多喜事啦 ，Twins 嘅阿嬌啊，终于结婚咗啦。前几日咧吓喺香港签个字行咗礼啦，好靓啊！好靓啊！好多好朋友咧都出席喎，包括杨祖儿啦、杨 Miko 啦、Boys 啦，同埋阿 sa 嘅。根据报道咧吓，已经求咗婚噶啦，终于等到结婚呢日啦。喺度咧都祝福佢永结同心 ，forever in love。张柏芝终于生第三胎啦，大家咧就好关注谢霆锋啊，究竟知唔知道呢件事？咁谢霆锋就回应啦，佢讲唔知道、啊，都好少联络噶啦。张柏芝咧喺个社交网站上咧吓都晒出呢个漫画照片啦，多谢大家嘅祝福噶。不过有传啦吓，听讲呢个 BB 嘅爸爸咧，原来系中国嘅富商嚟噶。啊，工作室咧就话啦，假嘅唔系真嘅，这陷阱，这陷阱，这陷阱骗我遇上，我哋呢班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为也做奴隶，哇，实太好听啦！一个歌神，一个谭喉长，咁啊 crossover， 边度可以错过噶？阿 Sam 同阿 Tam Happy Together 演唱会喺阿斯达 Arena 终于圆满结束啦！我有去喎，你有冇去啊？冇去唔紧要，俾啲片段你睇下先。如果我身边，我不再彷徨，两家一对，那乜都做，我一切担当。Alright, Entertainment 今日就讲至咁多先，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再见啦。